相辅相成。哦，啊，这个鱼缸咧做，伊咧就好做。因为一个人哦，咱讲古老是靠咱两只手尔。你外无做工作嘛安尼，不过你结合大家的力量，哦，结合大家的共同的理念，去做来哦，咱讲的哦，伊就发挥的哦，前景哦真是无限啊。现在啊，现在已经有在提供一些渔船上架的维修保养服务。哎，啊，从今年二月到现在的话，大概已经帮各位渔民上架，总共大概有70艘渔船。哎，那我们也是持续在跟将军在地的渔民，还有周边的一些厂商。因为啊，咱市政府提供这个较好的所在，所以讲，阮就来标咱市政府这个水产加工二这个所在来做一个正式的工厂，包括。阮拢爱去上迄个清真认证，因为阮要烧中东，包括日本，阮原本我是算第二代，啊，我伫17岁，我就开始对养殖业启蒙到这时，哦，啊，包括咱来要烧美国，拢爱 ISO 认证的工厂，甲 HACCP， 但是咧，咱台南真正找无一个所在，因为过去阮等于我一直咧找安平甲古。在找新的加工区，在找加工区，人因也听着讲水产加工，人完全不同意。啊，所以讲我透过咱渔民这服务处来甲你告知讲，市府叫到这个土地要来承租给我，所以讲吼，我就很乐意。就像啊，算拢袂歹，吼啊，即卖就是讲在土地咱拢有出租出去，吼啊，尤其咱今年吼两间这个水产加工两链，吼。一间是咱农业会补助的，啊，一间是咱民间来投资的，吼、哦。以后就是咱台南这两间水产加工两链加工厂伫遮吼，算作讲伊伫遮鱼港内底最主要。以后伊嘛要起一个观光工厂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投资的伊目前德意花业者吼，伊即卖伫网络伊的水产品的行销真好，吼、哦、啊，伊即卖。来进驻咱中原渔港以后，伊要去观光工厂，要结合咱这个产业甲这个观光休闲，吼、哦、啊，和咱民众来体验讲，啊，咱水产吼，喂、哦、饲啊开始，吼、哦、啊，就迄、那个加工，吼、哦、啊，消费，吼、哦、一条龙安尼，甲咱的消费者做一个水产品的这个介绍安尼，吼。哦啊，另外，咱阁有四地的商业用地，咱拢出租出去吼。啊，再商业用地未来就是因即摆已经拢有咧，已经拢咧请建造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部分以后咱遮会商业用地会发展会愈来愈好吼、哦。啊，互咱游客来到遮，你要吃喝玩乐拢有吼、哦。尤其是咱中原港遮算较偏僻啊，这个。游客来到遮，尤其咱要去到澎湖，咱坐咱的客轮，拢无对大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即卖就是讲，咱中央港规划真完整，啊，所以在土地渐渐拢一直在开发，和咱的游客来到遮吃喝玩乐住拢无问题，吼、哦！晚上你家休闲，然后早上搭咱的客轮到咱的南庄四岛、七美、澎湖，吼、哦、去玩。哦，啊，结合咱将军渔港周边的这个据点，吼、哦，像咱这个北门，吼、哦，这个游客中心、旗鼓家，吼、哦，咱连山，吼、哦，啊，加甚至讲整个依然将军渔港这中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游客来到这，会当达到吃喝玩乐，啊，而且观光休闲。